喜欢詹姆士出走料理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叮！哎，出发喽！这一支，这个会不会有点短？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可以。好，其实割起来都可以吃。现在单价应该有600多，哇，这有600 ，double 哎，哦，那很好意思，我要赶快，太可怜了，哎呦，现在不行了，大家都说都市的节奏很快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因为你没有来到食材的产区，有些食材凌晨3点就要准备收成，因为晒到太阳就不行。有些店如果你手脚慢，绝对要排队排到天荒地老。这一集我们就要带你从天未亮一路吃到黄昏。蛙叫虫鸣代表什么？现在很早。还好，刚好5点整。哇，哎，我5点有时候可能都还没睡。正常。5点呢，已经很多人都起床了。好比说早餐的人，他可能3点多就起床要准备，还有农夫之类的。农夫之类的，对，我们今天是一整天拍摄给大家，哦，真人演出一刀未剪，就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超整天哦，无闲规工，规工哎，哦，应该这次录完这一期录完就不会再这么早了吧？希望喽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里面起码有10几个人。对啊，我没想到这么早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。而且他看哦，他要看你如果有带头灯的，是在割芦笋；没有带头灯的，是在割草。哦，不一样的工作分配。你看，还有人从那边穿过去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忙碌的地方哦。这边我们现在先去找这条，这条是有带头灯的。我刚刚已经我要去找带头灯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边有带头灯的。哦，你这个芦笋一定要这么早采吗？因为早上它有太阳光。所以它有黑色素沉淀，跟我们人一样。比如说我不能前天晚上9点，晚上9点来采，其实是自己的时间调配啊。通常是我们晚上之后，正常要现在像现在夏天，我们要7点就晚下来了。我们比较早割，可能晚上12点就开始有在做，就可以割了，因为可能种植的面积太大。所以你要。所以割的时间比较长，你几点来？我3点半。3点半比我们还早哎。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早来，对。但是重点是他种的太多，就不能晒到太阳就对了。太阳出来，它形成光合作用之后，它会都不太表皮会不是就变得比较，它乌色的那个，它不能见光啊，有一点黑紫的那种。它暗色，暗色，也是比较淡，那它的外表就比较难看一点。卖相就是我们要卖的话，卖比较没那。芦笋现在价钱怎么样？我现在现在像我们北市均价，都有300以上。哦，对啊，经济效益很高。原则上，我要是在市场上，我看到芦笋，我大概都会买。对，因为芦笋真的好吃，一个是好吃，一个它不难。对，然后对身体非常好。对啊。啊，这个现在没有人在做芦笋汁的吧？也有，但是它芦笋汁下面的地方用我们下面的下脚料。对，上面我们取我们可以吃的地方，然后下面下脚料做芦笋，对，再做利用。它也可以干燥之后，然后做那个下脚料做茶包。像那也是经济效益很多呢。它芦笋有分公跟母，跟公跟母。对，会结果的这是有母的。对，啊，有的是它只有那个。会开花不会结果。对。那像这样一株这样芦笋这样长成这样子啊，它可以活多久？它跟竹笋有点类似，你割掉它可以促进，它会再长。对，它会促进分化。越长越多。对，它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但是它很重肥料。肥料。可是如果说我现在种上去，它到底从长到这么高，它需要多久时间？至少要4个半月。4个半月。到这样黑，差不多至少要。3周以上，3周以上，所以时间会拉长。可是它现在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开始下面一直补，你一直弄嘛，对不对？还多久之后它会死掉？缩掉？它可以撑4个多月至5个月，最长啦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大一片的芦笋，它每年都要重新再种一次。有的人会
割出母茎，因为它像竹笋一样，它割出母茎之后，它会再长出来，但是长出来那时候，它营养成分会被母茎吸收，所以不会长笋。哦，那就没有用啊，所以就要割掉。所以那段时间也是我们笋农休息的时间。哦。我要怎么看哪些是可以采的？我们下去比有镰刀厂了。哦。对，这是我们有一些管道，哦，销售管道，是不是？它对它要的标准尺寸，了解了解，就是用削的，要用削的，它的尺寸就是要八寸长。嗯嗯嗯，我们会割在标图，这是又很漂亮。嗯，哦，好，所以直接把它切断就好了。对，好，然后直接往土里。哦，有感觉，有，哎，欸，有了有了，好玩呢，再来再来，然后这一只，好，左手边，好，像这种我们会切，这么细的可以啊，可以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切成，這個，比较细，切成芦笋花，哦，芦笋花就是不用削皮的，回去整理之后，我们要切五寸半，这样子对吗？至六寸，对，好，你先不要跟我讲，我找一只给你。这一只，这个会不会有点短？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割。好，其实割起来都可以吃。我已经割出心得了。好，明天三点半上班。嘿，明先回台北哦。没办法，每天这么早起，你们太伟大了，太厉害了。这里，这会不会太细呀？不会。因为芦笋只要够长，我们一定全部都要把它割起。这样子就因为你对，因为你今天这种长度，明天可能就多长了好几寸。哦，它一天会断几米，断很多寸。因为长太高，它就会开始长侧枝。哦。台南安定的芦笋，每年四月到六月是它的产季，每年从清晨三点就要开始准备。你想想，带着头灯又要弯着腰，还要找芦笋、割芦笋，是多么累啊！接下来听詹大哥说啊，有个食材市场上很稀有哦。这就是我们牛母茎所采的芦笋花哦。它可以吃，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直接吃，可以直接生吃啊。它比较脆，可以吃吗？从花这边吃吗？对，整根都可以吃。对啊，这无毒种植的，可以放心吃，没关系。嗯，好吃哎。它什么？有什么到重啊？不会，就是很清爽，感觉可以凉拌或什么的。第五个，哦，芦笋味道很重，真的吗？它尾端的那个，芦笋味还是出来，尾端会有一个香味。你看进去脆脆的，然后嫩，脆嫩脆嫩，对，到了慢慢那个芦笋特殊的味道就出来了。那这个就是芦笋花嘛，对。对，那你芦笋花跟芦笋哪一个营养价值高？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只是口感不一样。它比较脆一点，可是很少看到芦笋花呢。通常是我们留母茎的时候才有芦笋花。你在市场上有看过芦笋花？没有，好像我也没看过。我也没看过，很少。啊，你说卖到台北，台北都是谁在买？那来不及买就台北。我们有北龙啊。哦，北龙。台北拍卖市场。哎，那这样子，它一斤可以卖到多少钱？因为芦笋，你刚刚说是两到三百。你现在这个梅雨季节过后，其实现在均价。如果像芦笋花啦，如果像一些就是我们不用削的，叫做弯贡叫做回啊，它现在单价应该有600多，哇，这有600 double 哎，哇，那很好意思，对啊，赶快，你是马吗？你是吃马儿吃草啊？它嫩呢，对，对，但是越下去会越粗。它先，你不要吃到母茎哦，它表皮纤维就会越来越。可以的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差不多，因为不然它多啊，越来越硬了。它用手，我用嘴巴比较灵一点，所以我们会去用摘的。其实我们摘得起来就可以吃，对，因为代表它的那个纤维还不是很粗。600块，那刘玲在这边吃光，我也在找有没有情况。从清晨一路采到现在，也才早上7点。但我跟你说，这活啊可还没有完哦，采完还要称重、整理、捆绑，一堆粗活要做。所以说，芦笋价格高是有它的道理。这是我们安定区早上刚从田间采回来的一个芦笋，这要分装哦，要分级包装。哎，可是
可是董安子，我在外面买芦笋，我没有看过这么长的。对啊，差不多都到这边了。先看那个芦笋的一个品质大小。可是我没有看过这么长的、啊。对啊，没有啊，要不要、嗯、要整箱的要切？哦，还要再切哦。哦啊，所以你顶起先这样子啊，到时候去到那边，他再决定要切多少。啊，我你起码切要熊对盖底啊。对哦，我想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啊，这个粗细跟我差，你有没有定？有。所以你这样细的放一边，啊粗的放一边。对对对。很多人都认为说粗的比较没有那么嫩，其实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对呀，不一定。那它有自制的那个量尺。有量尺的，对。这边就是。有哎。这是量尺的，哎，那边也是，哎。但是量尺不长短不一样。看那个粗细啦，粗细会根据那个长短，会根据那个粗细的状况哦，我们来切。哦。像。这个这么长的话，我们会切一块下来，但是我们也不完全把它浪费掉，我们会做那个芦笋茶，蛮好喝的哦，真的，你会唱芦笋汁的歌吗？金星芦笋汁，对，听到吗？不会，纪念歌唱的，不会，怎么就会唱？是不是？你唱，你喝一点，忘了，那是我们年代的一个歌哦，金星芦笋汁。这边看过欧那一边去，还有姑娘，你为何要笑芦笋皮？这你自己编的？没有啦。然后那然后他说，但喝芦笋汁对身体很好啊。然后黄七天哥讲说，你喝的只是有芦笋的味道，我喝的才是有芦笋的营养。压抑都啦，哎呦喂，没听过。厉害，好像啊，静云看到以前电视都在播，我都跟着唱，早期的 KTV 啊。对啊，啊那个芦笋汁可以喝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来喝看看。那怎么好意思？那个哦，芦笋茶我没喝过哎，你没有喝芦笋料的？哇，这是芦笋茶，这比较下脚，这是芦笋的，这个芦笋它茶树做味的对吧？没有芦笋，这个比较下脚，对啊，对啊，可能是有茶在里面，熬茶，熬那个芦笋汁啊，所以这上面有写高山茶，这个是没有，它是来的一个包装啊，外包装，我还以为真的茶。这叫什么叫？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你们来哈，我们比较慎重啊。不然你们没有来，我们用那个德国就德国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国际的。为天气，橄榄来对了。哦，有加糖吗？这个没有。对啊，这是加过糖的，这是天然的味道。对，好好喝哦。这没加其他东西。这可以外带吗？嗯，总共只有这一些而已。主要是这事情我来今天，人家也不过熬了这几个，而且这个包装还不是他们这个，又不是在对外卖的。但我可以帮你一个忙啦，这罐你带走了。对啊，喝不完。我早上也是喝了，很辛苦的。对啊，基本上我现在这个年纪哦，我喝就喝什么，喝咖啡、喝水、喝茶，再来就是流水席。茶味。哎，这感觉很退，很。而且市面上卖的茶都是调出来的。那这个是现熬天然的，天然的，我们这天，天好回甘哦，回甘啊。今天是礼拜天，你们是因为我才来上班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芦笋是365天，如果有产期的话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子。啊，都这么早吗？都这么早啊，就现在还晚呢。刚刚如果要采这一些的话，是4点多3点就到。有有有，我们也很早，就他拍得很晚啊。对啊，这有采收的，季节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弄，每一天都这样子弄。今天礼拜天还是这样子弄，你今天不采的话，明天就不能采的。你刚刚录完对不对？大鱼一样的。什么时候他们可以休息？哎，他刚刚说4个月嘛。什么时候的4个月？他说这个长到大是4个月。你来，你老师在家，你老师在家，刚跟你讲完而已。没有说什么时候结束。所以我没有问，我们都没问清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从种下我们育苗场出来，通常我们正常育苗种子育苗，对，4个半月。育苗正常我们就是34天可以拿来田间种植，然后种下去到可以采收，最快4个半月。4个半。然后结束之后休息4个月。对，没有啦。如果母舰老化之后把它砍掉，再休息一个月，休息一个月，你跟母舰的时间很难。母舰没有，因为露天种植，如果梅雨季节雨水不会太多，都还可以一直延续采收，全年。哦，那么没办法休息。所以
就母亲老化，我们歌厨这就是我们要休息的时间。剩下的这几个你们采回来的自己切一切吧。啊，一个切几个？一个尔啦。哦，一个尔哟。啊，有只放了切。绝对是啊。哦。啊，我也较长咧，所以我们要切除到那个，这样这样，啊，就五号，看你们，对，哇，好，明天上工了，可以可以，我大概买你上工，一千一千二，没有，我大概买你上工，一千二的，有没有听到？对，这样，对的，这样，好，小心哦，小心，手指头，小心，哎，对对对，好嘞，厉害。可以，明天上班，好再来。你当出师啊？啊，你当出师？我你门槛嘛足低呢，那唔得钱好啊？当好未？当好啊。哎，其实它不好切。怎么会？真的。可是我觉得不会啦，可以啦。那个几倍？那就切不给人家切完。我要留给你啊，你是厨师呢。比较快的。对啊，哦，你怎么力气这么大？因为我比较高处往下，比较有吸力的。芦笋真的是需要靠人力的食材啊！好家在有农会和青农们的用心经营，我们才有品质那么好的芦笋可吃。好了，起那么早总是要吃早餐吧？听导演说有间牛肉汤，餐景时一吃就爱上，那还等什么呢？你有喝过牛肉汤吗？有。那有喝过这种类似直接弄的？有。看。但我喝的是台南市的，我没有喝过的。台南，这就台南。我说台南市区。哦，台南市区。对，日式啊，然后可西式啊。不是。哦。而且台南都会把牛汤当早餐，所以我觉得刚刚好。这边都是啊，整个台南都是。对。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这边的牛肉汤有几种？有可以选肉吗？可以选肉。可以选。哦。那你觉得哪一个肉你会比较建议？没有，可以。一锅160就蛮好吃的。160就蛮好吃的。对。那有最贵？最贵有到多少钱？500。哇。啊，500跟160在哪边？就是肉的品种。无伊无同款，伊有嘛无同。还没有，好，阿龙，你一个500，一个160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比较一下。啊，我等我啊，吼。嗯。哦，谢谢。它的肉啊，看起来就蛮多的哦。还有他说160就很好喝，所以他有160也有500。对，我们这样就400跟160，对不对？哦，要有尝试的心。看他那个汤汁就知道是花了时间熬的。我要看他那用那个酱料，感觉是手那种做了很久。对啊，你看切的速度那么快，刀还包多。好，保利工作的心。哇，500块！我没有看过牛肉汤这么多肉。哎，这个要赶快吃，对啊，不然它会长掉。哦，你厉害呢！我要夹在那块，你夹走了呢。怎么了？我们要是离我比较近啊。好。我拿还有一点姜跟这个姜。台南人真的是不一样啊。哇。500跟160的地方是肉的多少跟部位的。哎，这有到入口即化那种。不会化，不会化。但是就是。一般的肉你可能要稍微咬一下，应该这样讲的。这碗是160，哦，比较小碗一点。肉的部位不一样，肉的部位不同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，其实我们在台南的温景牛是一个很特别的吃肉的文化。我们这肉，它如果说你刚杀的话，那个肉其实它还没有。那个还没有熟成，我觉得就会比较硬。在维都就台南的问题，它颠覆了我们大家的传统。对，这样。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它就带点脆爽度，这样。来，160的。酱料要吗？三分之一。500。500胜。500而已。嗯？啊？甜度不同。嗯，它有肉质。甜度不同。也很嫩哎。对。这样，你再吃一块500的，它的里面含血量不同，甜度不同。哦，那比较不甜，因为可能你有蘸酱，我没有蘸酱。对对对，我有蘸酱。甜度完全不同。一样，因为蘸酱，对不对？对，反正咬起来的嚼劲，吃起来就让人嫩，但是明显在吃的时候，因为它肉的甜度是从它的含血量跟油脂。这个明显它的那个含血量比较，对吃起来咸度比较够。好吃耶，但我都觉得很厉害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台南的温泉那么远？为什么不是在高雄，或者不是在台中，不是在台北？
因为屠宰场，嗯，北部没有屠宰场，哦，只有这边有，这边产地直送。而且我曾经跟那个卖牛肉汤的老板，直接去那个屠宰场去，直接去采去买肉，他们就是早上买，像他们这个都是一大早宰完之后就直接送来了，那不然就卖整天，早上买，中午卖，下午买，晚上卖，对啊，嗯，大姐，滑蛋，哦不滑蛋，是啊。跟港式的不太一样。其实我一直想在台北找寻一家像台南味的牛肉汤，但是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。一般是港式。哦。你要吃到小青菜，好好吃哦。是哦。嗯，好嫩哦。你要吃到中式的话，但牛肉就台式的还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吃。来。走，来。来。他也是，你也是。顺便嘛。顺便服务嘛。我想说，有时候女孩子哈不太想要吃饭，因为怕胖。没有，来，来这边怎么抗拒得了这种牛肉美食？哦，青菜你说好吃，我待会吃。好吃，好吃。我先吃它。跟港式的不太一样。嗯，不一样。它有蛋香味比较重，牛肉香也比较重，牛肉很甜的。说真的哦，如果吃了这个滑蛋牛肉之后。你叫我再去吃茶餐厅的华蛋牛肉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爱。真的，那真的很香。嗯，好好吃。我觉得早餐能吃到这样子，好幸福，人生。嗯，早上就可以吃这个。你要早上采芦笋很累，吃完这个完全忘记。我没有采芦笋。没有啊。我们有吗？我不记得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你没有去，我有。我没去。你没有采。你敢说我没去？你没有采。大家心平气和，不要影响到我们吃早餐愉快的心情。老板娘刚刚有讲，她现在先炒两个，有待会大家要吃的话，她再多做一些给我，再加点。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的士官长看我的眼神不太对，是时候了，你大家都还没吃，大家都饿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我刚刚看完之后，我转过来看我们的导演，他居然给我吞口水，被我瞄到。来吧来吧，嗯，来，那我们就准备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500就很赞。我跟大家说，除了牛肉汤，一定要试试他们家的滑蛋牛肉，蛋香和温体牛的甜度啊，经过大火热油快炒之后，完美融合在一起。不过有件事要提醒大家，老板娘非常的低调，所以我只能说这间店在台南的学甲。好了，吃饱喝足，我想又到了做工的时间了。我们从早上的4点出发，是，然后5点我们去采芦笋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刚去吃牛肉汤，对，一整天的忙碌。但有趣的地方在哪边？他们6点开始作业到现在，哇，所以他比我们辛苦太多。而且现在其实天气蛮热的，太阳蛮炎热的。这边要抓。台湾雕哦，台湾雕又叫什么？台湾雕不知道哎。吴郭鱼哦，台湾雕就是吴郭鱼。对，因为吴郭鱼呢，但是大家觉得好像名字没有特别好听，嗯，就是改成叫台湾雕，然后因为比较高级感，是高级感的同时，是我们的台湾雕现在卖到全世界很多地方，嗯，对，然后所以评价非常高。这边听说今天。好像要出很多很多哦，所以我们要去帮忙。帮忙没有，我们看就好。好，我们帮不到什么忙。太好了，尤其你不要骗我，你待会上去就是做主，因为它很深，对不对？走。他现在开始陆续把鱼赶过来了。嗯。他带你钩背一堆钩，多加钩。很香。他有什么钩？汤啊。汤啊汤啊。钓虾。啊，你这样子，你今天出几斤？今天要3万多斤。3万多斤。哇！啊，你3万多斤，啊，一趟过来过。对啊。得有哦。一个拢百几斤啊。啊，这拢饲偌久啊？这差不多当。当蛙去啊？哎，当蛙。啊，今晚我看到这大只了。差不多两一个斤三四。啊，你头爱饲偌久？差不多当半。当半，啊，安尼有无？有，有哟，还有这台湾雕，还差不多4、5斤啊。啊有，安尼哇，有啊，这么大。我有比赛，我有这大块。
你那边呢？送给你，可以放在内面吗？嗯，好啊，来，好啊。有活力嘛？哦，这个是活跳跳。好。哇！哇，可以上去。哎，内面不是哦。哇，真正。哦，那你干嘛上车了？啊，可以站在钢琴要够歪吗？歪，他那边有上车啊。哦，不上手。好聪明啊，直接上去。我上个那钢琴都不飘起啊。他的歌很好听，他是前期要上的。哦。他们这是盐水还是淡水？淡水。淡水哦。那个手是淡水啊，不是。我已经洗头了呢。我好不容易有点放心了。当然它有盐水啊，我上起上来呢吼，足紧的呢。啊，要透早六点才起嘛。系啊，啊，等两个人出门了就看。啊，才起嘛，内面看了吗？哎，来看无啊，无啥有。无啥有啊？看第几间啊？第二间啊。第二间啊？哎，啊，起码有连干的先注意哦。放掉，放掉，让它给按过来。哦，这么一个拍出来，得了呢，再煮啊，再煮啊，哎，哎，拍出来，哎呀，咱们再拍老古，还有两个，拍还拍两个个哦，嗯，杀青啊，啊，你如果爱吃鱼的话，啊，你杀青之后再个开始去吃鱼哇，嗯，那种小个还是买新的放拍出来，啊，你有几个几个鱼啊？十五，十五个哦。哇。基本上都一样，然后飞，它没有停，它一笼一笼上去、啊，好多、哦，没想到这样子可以用那么多笼，而且都这么大只，对啊，一笼过来千块呢，上万了吧？有，应该有，有啊，那是你没有工资，你俩没有店店没，我有办上万了，这只只几多千呢？这安尼，啊，这来卖？啊，为什么不要？跳起啊！哎，畸形，畸形的拍片。畸形，阿拉畸形，无正常的，阿拉无正常。叫灯来看麦。阿弟，我带你煮会使用这个话无？这种啊，就煮完煮物件吃去。哎呀，宝贝哦，哎呀，一百多万太容易啊。六百多万。啊，哎，那个一百多万，我跑掉。一百多万煮的，都好吃。我背一杯，不要浪费。对啊，唔好浪费啊。对啊。咩啊？好吃，畸形哦，畸形，畸形。哦，怎么了？小姑，小姑哦，啊，无要紧啊，嘛是在家。买架子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啊，这边来带，这边来住。哎，要买架子吗？没有，够畸形的哦。对啊，有啊，那单纯来拍。这样不会死掉。没有，因为太没台式了。哦，中场会不能用。哦。对，啊，可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可以用啊，对不对？手套再来把它抓起来。啊，你看我前面摊下好啊，一下，我老哎，我卖我挑你。听亮哥说，他们养殖台湾刁和鳗鱼已经有20多年了，还有得到不少台湾和国际产销履历的认证。低密度的养殖方式搭配益生菌的天然工法，所以你刚刚也看到了亮哥的台湾刁是多么的生猛啊！好了，既然台湾刁都捞上岸了，加上一早采来的芦笋花，两个这么好的食材到手，过来好好料理一下怎么行？炖饭，炖饭，嗯，我们来做一个台湾雕炖饭。那我们把加芦笋花吗？对，芦笋花。哦，两个人 mix 在一起。对，那因为我用蒜泥，不，蒜末，做成蒜味橄榄油。哦，对。然后这个很多人会怕说会焦，对，其实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疑虑的话，你就把它离锅。嗯。我现在炒的炒一半有没有？对。就离锅，让它拌，这样就好。让它用了余温。嗯。现在把。鱼放进去，这是我们刚钓到的。对，不是钓到，本来被丢到旁边被弃置的那个，被我们领养的。对对对，然后领养现在在这边。
这边呢，我刚刚已经清洗了，我把龙骨跟里面的鸡血全部都拿掉了，所以它基本上土味应该是全部都拿掉了。那但是要 in case 的话呢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这个时候你要让它有点焦味出来，它就又是另外一种去腥的方法。对，这个就努力的把它熬成白汤，然后再用这个汤来去做炖白。所以待会那个饭就每一粒都会吸到鱼的汤里。熬煮白汤需要有一点耐心，汤要好就是要花点时间，把刚刚煸出香气的脚料精华都释放在汤里，记得最后再过筛啊，留下高汤就好。接下来取下钓鱼排，鱼皮朝下先煎的半生熟，等等跟炖饭拌在一起时，熟度才会刚刚好。花菇炒出来就跟你讲，它今天有一点像是西式又有点带中式的炖饭的感觉，所以花菇的话，你一定要把水分挤干，快它炒香。然后这边是鱼油，哇，对，可以直接拿来当油吃。嗯，这个吃起来那个鱼味会更强。它就要慢慢一时一时的把汤煨进去，嗯，不能一次加完。对，它这个汤就会全部收在里面。我会多放，嗯，我会汤会多煮，因为总不希望说你煮到后来，然后那饭还没好，然后汤没了这样，所以我的汤都会多煮一点。对，那反正这个汤，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你熬这个汤，没有用完，你就在，因为是很浓，对，你就再稀释，然后煮成鱼汤，或是加豆腐啊，加什么就很好。或是其他菜都可以加一点点，拌香拌进去。对啊。那我只放橄榄油，我也不放奶油，只放白酒。如果说因为这比较偏，有点中西合璧，你如果真要放，你可以放什么？可以放一点点的清酒。对。OK。嗯。鱼是收进来。哇。然后把鱼丢到饭里。搅在一起，这样用饭的余温让鱼熟，它就不会太老。因为今天鱼够新鲜，对，轻轻的让鱼泡到熟。你看现在在入鱼熟，对不对？像这个还没烫，就把它包进来。嗯，因为这温度很高啊，对，鱼就熟。这道菜极度奢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一尾鱼做这样子，对啊，这么大一尾，你看它多浓缩。好，done，来，可以开始。我们把它用成高汤，是啊，然后进到炖，变炖饭。好厉害哦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。试试看。谢谢。我不知道我们家的鱼还可以变这样子。很多。真的真的，我因为不知道我们家的台湾鲷还可以变这样。它是炖饭，所以它米就会稍微有点硬。嗯，对。调味有比较有咬劲，而且其实我自己吃那种西式炖饭，我会觉得有点太黏，但是我因为它的口味是清爽，它是混合台湾味的炖饭，所以你会一口接一口。没有，你不会是，很多会放去，我没有放去，我就炒的时候让那个米的淀粉自己出来，让它产生甜黏黏的感觉，不然很容易会腻。如果我们的米如果再稍微软一点的话，怎么办？会不会？有些人喜欢。你如果因为这个是炖饭，那你也可以做成炊饭，那就可以比较软。是，或者是你可以再做软一点，但是我比较呈现的是有点咬劲这样。米筋要有点硬，比较像是炖饭，意式的炖饭。味道真的不一样。现在整个浓浓的鱼味都在里面啊。你家的鱼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又有 Q 度，这样会 Q 弹的。哦，就是说务必当哦，为了就什么，人这么忙，只为了两个字，生活。生活是比较高级一点，享受，那更高级。赚钱也不是赚钱，人这么忙就会吃饭。哦，吃饭本来就是，对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对不对？你永远就是这么忙，就为了吃饭。那可以在有限的这个食材里面，去找出自己想要的味道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在追求。而且当你吃下那口饭，你就会觉得哦，辛苦都值得了，对不对？台湾钓的鲜甜搭配芦笋花的清爽口感，让每一口炖饭吃起来啊都非常的舒服。来到产区就是那么幸福。身为一个爱吃鬼啊，就算是忙整天我也甘愿。接下来终于要接近黄昏了，听导演说有件小事啊，一定要去吃。炸鸡这件事情，
从炸鸡店一直延伸到现在很多的摊子，不管是炸鸡排或者咸酥鸡或干嘛，已经成为国民美食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每一个市场都会有一家很厉害的炸鸡店，你有发现吗？没有错，而且甚至两家，真的还答对的。不管每个县市都是这样。我怎么称呼你？哦，我叫苏怀黄，黄大哥。是是，黄大哥，你今麦在用这是？好忙碌哦。哦，这是阮配一支气氛的时阵，我来配加十种物件起来夹起来。十几种粉？嘿，加十种哦，我总共安尼进两三四五六七八种。八种，嘿，安尼好无？你跟我讲四种就好。讲四种，嘿，好，上简单的是羊啊，羊几粉哦？安尼夹一种哦。好，好，对呀，这个是。我们讲的米粉，米粉，对，嘿，啊，这个，啊，米粉是中筋啊，低筋啊，高筋，低筋呢，低筋哦，对，有盐有低筋面粉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是这支诶豆粉是阮特殊的，就是豆粉哦，对，豆粉，黄豆粉，诶，唔定有苗栗的玉米粉，对对对对，黄豆粉呢，对，啊，佫有炸起来更香，豌豆。哦，豌豆粉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内底就有六种物件夹起来，所以它根本不止只有八种。对，所以我刚刚讲四种在客气，小妈每一包都分四种，所以四种这个有啊，这个才会四种啊，所以这个四种。哦，啊，起码这些。太白粉。这个哦，玉米粉哦，这个玉米料。玉米粉。对。玉米粉。啊，我等下哦，我来煮成起来了，这个粉就开始会当吃。就是讲煮干粉嘛，哎，全部来全部拢加起来了来当鸡，做成鸡粉啦。啊，所以就是粉加加的，啊，就会使用啊。对，我那只所有物件比例，因为这我已经量好势啊嘛，我甲比例倒进去。比例都量好了。对对对对，那只粉全部的粉全部倒进去。好，啊，这边拢倒了，哎，拢倒了。哦。你较早做土著怎么样？做中红的。对。啊，怎怎啊袂济？对。因为房地产上摆的时阵，我娶某的时阵是九岁啦，娶我是十九岁左右。你娶某是九岁？哎，我二八岁娶某，十九岁生一个大汉。对啊，我同款的。对。哎，啊你几年厝？我六十方啊啦，六十方。啊，比我小啦，我五十七的。你偌济啦？哎呀，差不多。安尼就了。啊，七七元。我要比你的时阵，你就爱用内底的方。我以前就是安尼做，就是把内底的方，用方有方入去，然后漂起来，然后细起来。哎。啊，然后我就是安尼夹粉。这个还有一定的手法。对，因为你里面有空间呐，对，它才拌得匀啊。你要是没有这样不会匀啊。所以你这是拿来炸什么？这我的番薯跟我的西辣跟配跟白，拢是用这个一起。啊，你咋？是，你都要先腌过，再放你的果粉。无，我全部拢无事哦，我全部拢特粉的，这个是我的特殊的手法。那这个粉要摇大概多久？摇到手酸。那我们来内塞啊。摇一下下。如果它摇到手酸，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再来。好，可能还不会酸。不会酸。做装潢，它做到现在炸鸡。炸鸡也就算了，生意又那么好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录什么节目？这样会让很多人充满梦想。这好事哦。觉得哎，好像。好像有机会。对啊，那时候是做装潢做到已经有一点觉得。应该是讲家庭企业，然后爸爸一阵有无弄做一寡较较精致的物件，啊你房地产当肉的时阵，那时阵一个月可能做十工嘛，啊你一工互你两千五，十工嘛敢两万五。对啊。啊所以我哩依然觉得讲转型嘛，来先转型去做一寡起来食衣住行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发现每个人哦，各行各业要转业，设计的是吗？对，但是各行各业如果要转型的第一件事情，大家都认为食衣住行，所以大家都先做吃。所以很多做吃的，他转都做别的业转过来，他不会说哦，我本来在做装潢，然后我来卖衣服比较少。粉弄好了哦，跟你讲的里面有面粉，有玉米粉，豌豆粉，有豌豆粉、黄豆粉、绿豆粉，看呢。你再讲一个，怎么好了？观众比方起来，好来，不要太严重，也不要太普通，哪一个粉？你比看卖哦，内底有啥物比顶比着来？可以。奶粉吗？奶粉。对。哇，我闻出来了！我刚才想说会不会被骂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太确定，感觉甜甜的。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不要认为说好像会被骂。这边这么多人，也不会有人骂你，除了他之外，不会有人骂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很多炸鸡有放香香的味道。对，每间炸鸡摊都有自己特殊的秘方。再者，炸工跟有没有时常换油啊，又是另一个关键了。听黄大哥说，针对鸡排或不同的炸物，还会微调不同比例的炸粉，有没有？每天光要调这些炸粉啊，也是搞纲哦。
干粉，对，干的粉，新鲜新鲜沾沾像酱一样，然后有斑驳状，对，这很难得，嗯，非常好吃，嗯，哦，好吃哎，它的那个点还是蛮神奇。我觉得厉害的点是它虽然已经是那种刚炸完很烫的，但它吃起来是脆的，对，很脆，奶粉也是明显，嗯，有奶粉会让它口感比较香啊，哦，哦，真的很脆哎，这样子炸鸡说真的会蛮喜欢的，很罪恶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整天女明星啊吃这个就破戒了，但我还是想吃，我实在是不想这样跟大家讲，我们在吃饭你也没有少吃啊，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外景节目不能常接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。一天要吃八餐的。没有啦，我们哪那么夸张？有啦，不要哪有，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个又要放饭。要放饭你不要吃就好啦。对啊，放饭还有没有少吃啊？但是我没有办法抗拒啊。太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可以。啊，偏偏你们找的东西又很好吃。我们那有找的东西不好吃，我们不敢播。对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拒绝。哇，哦，这个地瓜。我那是。东北的娃娃，这个不讲，我以为是关东煮哎，好大块哦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喜欢的特色啊，对，我都来问嘛，这边是台湾问嘛，对，啊那也叫追求，哎，钓竿要煮吼，安尼较酥啊，你食饭吗？啊，问题你那，你若无水，那会发到结冰。哎，有这加，我的水，我的粉是爱加水的，我这是水粉。哦，你用安尼弄好，把这个加水就。对啦，我想我无加水，那可能掉。然后这个我想到什么吗？法式吐司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哦。一块啊，外面隔这样子，脆脆的。哦。哇，好胖。哇。嗯，真的厉害，也会炸，这吃完都饱了。我跟你说，它的粉，然后之后还是要放水，嗯，才会有粘在上面，真的，而不是斑驳感。因为刚刚讲说要直接沾，我就想说，那怎么会这样？真的还是要放水。很多人他在做转业的过程当中，嗯，他可能把很多的地方看得比较简单。现在其实各行各业的，人家说隔行如隔山，是台湾哦，不要说台北啦，各个地方高手如云，真的寸土寸金。你要在这个里面杀出重围，你总需要一些你知道努力，对，跟一些不断的尝试，要非常用心，付出很多心力。是不是为了成就美味啊，就是要相对的付出和时间？你看，我们才忙碌一天而已。这些农家跟店家可是没有停的，一个晚上就长到了绿芦笋，清晨三点天未亮就开始采收。大清早的温体牛肉汤，从产区到摊头，没有一刻可以闲下来。台湾雕从养殖到出口，要经过多少环节？当然，身为爱吃鬼啊，出手料理也要继续吃下去喽。喜欢詹姆士出手料理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